手上还拿着灵魂宝杖。怎么，你也有？当然啦，而且我的比你的好看呢、啊。切，明明是我的好看，明明是我的好看，我的好看，我的好看。你说，我俩在辩论辩谁的好看？这个我都没见过你这个布鲁克积木人。这你都不知道？就是这个呀，辩论力布鲁克积木人第一弹。你别看他了，看我的，我这个可是叶罗丽布鲁可积木人第二弹。叶罗丽的第一弹和第二弹，这都看着没什么区别呀，不都一样吗？胡说，我这个里面可比他的好看。我看你才胡说，里面是我的比你的好看。是我的好看，是我的好看，我的好看，我的好看，我的好看。比谁的好看，你们比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好，既然这样，那你敢不敢跟我比试一局？比就比，反正我的好看。那就先看看叶罗丽布鲁可积木人第一弹吧。没问题，那就看好啦，就选这个啦，叶罗丽亮彩。哎呦呦呦，不得了呀，可爱的脸蛋，黄色的长裙，手上还拿着星彩宝杖，这也太漂亮了吧。切，这就叫漂亮，是没见过我的吧。你的叶罗丽布鲁可积木人第二弹。没错，你们两个可看好了，就是你了，心灵殿长。哎呀，这个积木人可不一般呀、啊！一身黑色花纹的旗袍，尽显古典美丽，手上还拿着发簪呢。怎么样，我的心灵殿长是不是比他的好看？胡说，明明是我的亮彩比你的心灵殿长好看，你说对不对？这个，我觉得都挺好看的。不行，今天。我就不信你的亮彩还能比我这个秦公主好看。哎呀，这个秦公主太漂亮了，头上有个爱心皇冠，穿着一身粉嫩的长裙，手上还拿着一个小兔子玩具呢。怎么样，这不比你的亮彩好看多了？可恶，你以为就你有啊？陈思思和王默。怎么样，我这也有力，不比你这俩还有力好看多了。有什么了不起，你有我也有。冰公主和萝莉。不得不说，这冰公主跟萝莉也挺漂亮呀。那是当然，我的萝莉就是最漂亮的。我呸，明明是我的萝莉是最漂亮的。你连公主都没有，我可是有冰公主和秦公主呢。有公主又怎么样，我可是有陈思思和王默呢，他们两个也穿了公主裙呢。